每天五道题 ,1. He 什么 homework now and he 什么 TV? 本题考核进行时和将来时的区别 ,be doing 表示此刻正在做 ,be going to do 表示将要做打算做。这里边说他此刻正在写作业要用进行时 ,he is doing, 并打算去看电视要 is going to watch, 选择 C。2. Both my brother and I like doing 表示喜欢做某事，它是泛指以经常性、习惯性的爱好。我和我弟弟都喜欢集邮，要说 collecting stamps. 3. Frank is one of 什么 boys in his class. One of 它表示什么什么中之一，后面要加复数的名词。In his class 这是有范围，我们要用最高级。那意思就是弗兰克是班上最高的男孩之一，我们要说 the tallest, 因为最高级前面要用定冠词 the. 4. Jim can sing, but Bob can sing 什么？本题考核副词的用法，副词在句当中可以修饰动词、形容词或句子的。这里边说他唱得不好，但是 Bob 唱得好，这两个词都是动词，要由副词来修饰。三个选项当中，只有 B 选项 well,Beautifully, 两个词都是副词。5. What is 什么 is on June the 1st? 本题考核名词所有格。儿童节什么时候啊？在6月1号。那么儿童这是一个复数的名词，但它不以 s 结尾。这样的名词所有格我们要在后边加撇 s。所以本题选择 A。